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我们这个铜线和铝线怎么连接呢？所以有的朋友就去买这个铜铝的过渡管。那么我们总有不凑手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买不到。一般五金店里边没有这个铜铝的过渡管，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我来分享一个方法，我们工地上的电工都是这样干的。我们来看，我们在铝线上装一个铜铝鼻子，看见了吧？铜铝鼻子。我们装上以后，用压线钳把它压上。我们的铜线装一个铜鼻子。当我们这样装上以后，我们这样做一个过渡的连接，把螺丝给穿上。我们来看，这儿穿一个螺丝，这里穿一个螺丝，我们再加上垫儿。朋友们看，这样就连接上了，看了吗？铜线和铝线一个过渡的连接就完成了。我们工地上的电工都是这样做的。好了，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，欢迎大家的评论和关注，再见。